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早，兄弟姐妹大家嘛教早。作为撒迦来看犹大书二十四节，迄、那个保守你未失卡，叫你无下输，欢欢喜喜踮你荣耀面前，咱会救主独一的上帝。有一个姐妹讲，牧师，请你为着我祈祷。我现主是要做一个真重要代志，我无希望上帝的计划来落空。你嘛知影，撒旦非常的搞怪。我无希望中了撒旦的诡计，请你为着我祈祷，求上帝保守我，直到我无犯错误，让我会当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让我的祈祷会当成最正确的选择。兄弟姐妹，这个姊妹的祈祷非常的真诚，也非常的迫切，但是伊的祈祷的内容已经达到荣耀撒旦的地步。用我这样说，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相信这是上帝的旨意，然后我们又相信撒旦魔鬼有法在上帝面前将我们夺去。现在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知道圣经这段提醒着我们说，那个保守我们不失卡，叫我们无下输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，咱挖靠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因为安尼，咱的确相信上帝要借着你，也像是要成全你，在你的道路中间，和你来完成伊所交付的使命。所以，至到咱所领受的使命甲职业时，咱就凭着信心，无惊吓的勇敢往头前面来行，因为咱相信圣灵会和咱。走在上帝恩光的中间，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没理由又再担忧撒旦魔鬼会将我们抢去，因为当基督借着我们彰显着他的活命的时候，他就保守我们不失卡，让我们不下输，不让我们走在上帝的道路以外。所以亲爱的姊妹，让主掌管你的心思吧，不用怕撒旦魔鬼在你身上的作为，因为不能忘记你有上帝的形象，你有上帝的活命。基督会请你好好学习基督，咱做个三角，用上帝所爱咱的心意，会当来归荣耀给伊。阿头来基督，特别上帝来到你家己受恩的宝座前，愿你的话，和我会当明白你伫阮活命中间的锻炼甲旨意，和我会当活出你家己的恩美来。让人在我的心中可以经历出你自己的阻碍，是我所看过就我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信仰道路，也帮助我们新的一日让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亲爱的兄弟，愿上帝是我所给你和你的一家